下面呢，咱们来学习第十三课，也就是第一册教材的第28页。大家把书翻到这里啊。那么，咱们来学习第十三课。砖与垃圾匹配。第十三课，在学习第十三课的时候呢，咱们首先先把这个他行呢复习一遍，复习一遍啊，还记不记得啊？先，他，他，特，的。一滴偷东突嘟啊，他搭特的踢滴偷东突嘟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呵呵和突突的写法与其他的有些差别啊，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啊。那么我把这个擦掉了。擦掉了，咱们来学习第十三课。还是要画一个弧线格啊。无限格，咱们来学习压一压啊，压从竖中线起，还是从竖中线起，向左侧45度角写一个长牙，长牙写到最后呢，向上勾一下，向上勾一下，然后呢再在竖中线上与其交汇处起笔，写一个啊的尾巴，这个呢就是压压。我在这边再写一遍，在这里再写一遍哈。是，先画一个竖中线给大家，在竖中线上起笔是吧？竖中线起笔，竖线45度角，写个长牙，然后向上挑一下，向上挑一下啊。这里要注意，这个角度是45度。大约是45度，你可以掌握一下，但是不要太离谱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结构，要向上挑一个钩，是吧？向上挑一个钩，是这样的方向写，然后这样挑一个钩，是吧？这样注意一下这个结构啊，然后再写这个尾。这个压压啊压，我再写压啊压，同样的道理，加一个点儿就念耶压耶，耶啊。下一个，但是它没有一啊，这个是没有，是错的，不存在的，一定要记住，不存在的。如果谁要是发现别人写了这个，那就说明他不会码了，是吧？不了解码的字母的字母表了
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存在的啊。然后下一个是有啊，有呀耶有，呀耶有啊，呀耶有，呀耶有。呀耶哟，吁，哟，先写个哟，然后点个点儿，吁，读吁，吁，吁啊。吁，哟，哟，哟，下一个哟，哟，哟。哟哟啊哟哟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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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吁哟哟哟擦掉了。跟我写一遍啊，呀耶哟吁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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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呀耶耶哟哟，吁吁哟哟，呀耶哟吁哟。好了，十三课咱们就学到这里。